啊，我有随堂弟弟，以前回去休困，你嘛忝啊。莫甲我讲话，你嘛是足忝的啊。你还规晡工拢在联络，啊电视出水拢无啉。嗯，无咱两个做伙等来休困，坐伫个遮等，嘛无路用啊。对啦，啊恁厝老火灯迄间，敢租出来啊？因为我无是要回去。 要给我妈看到我，一直细细念，所以我想要甲等于我原来做的迄个老爸店遐住，安尼也较自在。张正凯啊，恁妈妈是有啥物问题啊？早去管总行，伊若遐尼闲，你有找一个代志互伊做嘛？伊甲总行的师傅气走，阮哪重新找人？伊另外师傅足歹找，即马阁是大话，无偌济师傅会当找。 你是要害阮连开播时间都无法度正常性？经理，我连有联络一挂，即状况厂商啊，我想伊啊一定会尽紧落去回复。咱嘛不会找无人嘞，你是要诚心去做先？好的师傅真正无好找，甲咱合作遐尼久的工班已经是上好的，从来毋捌互人讲甲讲要罢工，即马找别人嘛无一定会赴。 我看也是去甲师傅回家室内，请伊回来做较实在啊。有啦，我有甲江头联络过，伊讲伊会替咱转达啊。但是江头就甲我讲，遐个师傅还佫咧受气，伊嘛无法度安达，才会甲我报告，讲要用后完工的时间。阮合作遮尼久，从来毋捌发生即款的代志。真无简单，总裁才愿意接受咱的客话。即摆如果安尼，你是会安怎交代啊？ 歹势，经理，我等于会甲我妈好好讲一下。讲嘛，讲袂叮当，这件事头一遍安尼，佫愈来愈离谱。我拜托你，若是会用的，甲恁妈妈囥咧厝的，莫出来领代志。恁妈妈的问题，若是无法度解决，安尼真歹势。我去用总裁请示，咱双方解约。陆经理，郑凯伊真正有好好甲阿母讲。 啊，可能是一家人颠倒讲袂叮当啊！阮甲阿母讲安尼做，去影响着郑凯的工课。伊阁叫是讲阮咧甲骗，啊，若是讲陆经理，你会当亲身去甲阿母讲即个严重性，凡正伊听会入去哦。免啦，无需要请陆经理遮尔麻烦。郑凯，我知影你无想要互别人骂阿母，嘛无想要遮错我的样。啊，毋过阿妹个性你上了解啊。 若是无甲伊讲同话，伊毋知影迄严重性呢。啊，若是互卢经理代表公司的立场去甲阿母讲，安尼阿母较会有见解啊。啊，若无效果愈来愈严重呢。若是我去会用解决，我即摆就去找阿母讲。我嘛来找工班啊，我当面了解一下状况。我想讲，大家合作遐尼久，应该毋是真正要罢工，可能是希望代志当解决啊。 拄则讲的意思是讲，你走去阿凯的餐厅人监工哦。啊无咧，诶，迄细空的毋报大空的叫看呢，我若无去替伊安尼看头看尾，互因淡薄仔见过，今早晚要郑凯头甲顶啊。安尼甲你讲，你著讲袂听。我讲阿凯啊，工课上的代志，你著莫共插，啊你啊鸡婆要创啊？啥物你鸡婆？你是捌一箍蚵仔番薯哦？我这叫做替郑凯的国光明顶啊！我若放放看拢毋管哦。 郑凯讲袂定哦，早班又叫小秋迄个祸水啊，阿花去。郑凯，你倒来哦，安内才换。啊，卢经理啊，安内才换过来阮兜。啊，阮当哦是卢经理哦，哎，烦恼郑凯，所以顺续送伊倒来，就感谢你个呢，你对阮郑凯遮尔用心，遮尔看重伊呢。 我送执行长回来，只是顺续。我来的主要目的是要来找你的。找我。